每一位移民洛杉矶的朋友，请你记住这个日子，8月17日星期六，天下卫视和国星社区中心在华人聚居的圣盖博士合办第一届洛杉矶移民生活讲座。我们有专业的人士为你免费讲解你关心的法律权益、房屋贷款、储蓄及投资财务管理、居民应有的社会权益和可享有的社会福利。8月17日星期六，国星社区中心见啦。鸣谢国泰银行鼎力支持及参与这个活动，欢迎查询，座位有限，先到先得。查询电话：国星社区中心，626-286-2600。